《疯狂的石头》等作品走红的演员郭涛，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硬汉形象，生活中却是个妻管严。自2006年与小自己15岁的娇妻李然结婚生子后，婚姻幸福羡煞旁人。近日，二人却被拍到一同现身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，不禁令人怀疑二人婚姻面临七年之痒。当日带着黑超避人耳目的郭涛下车后，便快速走到登记处大门口，但并没有走进去，而是打起了电话。不一会儿，一名同样墨镜遮眼、背着名包的女子来到此处和他会合，此人正是他的妻子李然。两人聊聊几句话后，一起走进了登记处，没有夫妻间该有的亲密举止，还一前一后，似乎刻意保持距离，显得十分生分。大约40分钟后，拿着一个文件袋的李然独自一人走出了民政局，在路边打车。等车的间隙，把文件装进了包里，神情看似有些低落。郭涛随后也独自走出了民政局，手里同样拿着类似文件的纸张，边走还边东张西望，似乎防人发现。来到停车处，准备下车离开的他一直在打电话，不知在联系何人。